我叫刘贝，我的中文名是刘贝啊，我朋友起的，我认识其他的名字有认识关于曹操，对，还有就是张飞，我最喜欢刘贝。哎喽，你好吗？谢谢猪肉、牛肉、白酒、啤酒。吃饱了。在中国应该说是待了将近有20年了。新出口，我在浙江义乌，就是那个城市。这个是一种中国的一种名片吧，应该就是说，我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话是，对我来说是比较，好打交道。从中国发货到很多非洲国家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，改变很多非洲人的生活啊。就是说衣服啊、鞋子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以前可能算是贵的，那跟中国开始合作了到现在的位置的话呢，现在变成是，每个人都买得到，每个人都买得起。